你咧可怜伊哦，迄种查某死好啦，还是咧讲谁死好啊？奈遮尔啊歹嘴啊！阿牛啊，唔惊啊，爸爸去房间睏哦。哎，是啥物？我做你等较济哈。嘿，迄是招弟啊，叫我来遮住安尼。啊，遮落敢若袂是我家己的厝诶，啊，毋知无要徛喺后脚耍哦。袂见晓你大明星哪里啊？你骂我大明星？哦，我煞袂记哩，你较早捌做过老苍诶啊？啊，若经过查甫人哦，是脱刀家哦。啊，若讲到大明星，我甲你要哪会比者？你敢要出去？哎呦，出去！哎呦，妹啦，出门安尼啦，快叫我哦。嘿，那是招弟啊，叫我来，你俩真我咧爱来哦，我嘛是不得已诶啊。出我走就出去啦。叫我来就来啊，叫我出去就出去啊，我敢若唔出去啦？安怎？啊，你若无介意哦，无你搬出去。哎呦！我知你真生气，也毋过，好歹阿成总是囡仔的老爸，我袂去无救伊。好，莫讲，安度，莫安尼啦，咱是好朋友，啊，你无谅解我，我是要安怎？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若毋肯原谅我。我甲你跪啦！啊，阮老母都讲过啊嘞，插人翁仔某代吼，都上介衰啦。讲好啥物吼，朋友感情偌好，骗人的啦，我数目家己啦。袂啦，彩玲啊，你莫误会我啦，对你的心，我绝对不是假。看你拍卡嘞，我嘛足唔甘的。干嘛呢？我是感觉讲吼，在你的心目中吼，我比恁翁佫较唔值啦，比一你啊，比下佫较唔值啦，敢无影是哦？袂，我绝对袂安尼。你相信我，你对我遐尼好，你是我上好的好姊妹啊。好啦，讲这拢无重要啦。我唔是讲吼，无爱吼你去插恁两个翁仔某代啦。我是看你安尼吼，做朋友我唔甘啦。你安尼做无价值啦。你还知影呢？咱爱照顾两个囡仔呢。你要搁负担两个大人，啊！问你，安尼日子是要哪样过？要哪过啦？我知你是关心我，不过我也不知影哪才是正确的。人讲以后夫妻必须稳，以前阮两个是阿爸母，你叫我目睭求求拢莫插伊，我实在是做袂到。太难了，莫安尼啦。我敢若你一个好姊妹啊，尔，你若要谅解我，我心要安怎？咱顶摆一阵，等阿成人伊的伤若较好，等因翁仔某自然会离开家，啊，到时阵吼，咱再过来。小弟啊，你遐老忍耐，你继续搁忍耐，我吼，我无法度搁忍耐啊啦。阿才。欢迎欢迎，阿姨，主休下。哎，对了。红英小姐，愈来愈水呢，给你，来，小姐，谢谢。小姐，好，太高了哈。啊，阿姨，跟你张先生。哎，主休下，你好。哎，主休，你跟主休下不熟识哦？我去问两改编啦。主休下，我是金宝的卫生啊，请多多指教。
是啦是啦，哎，主席，主太太，这我外甥啊，叫做志清啊，志清，叫阿伯阿姆，阿伯阿姆，您好，哈哈，你好你好，阿姐来阿姐来，抱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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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囡仔仔我漂白了，哦，这做个芽菜仔我好介意啦，阿姐来阿姐来阿姐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姐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阿伯阿姆，您家坐啦。我来回乡叫少年哥我回来，伊在整理花草啦。好好，回乡做你啊。等下等下，志清啊，啊咱去回乡吼，气氛都袂歹，啊无你带朱小姐吼去遐谈情说爱啦，吼。啊？我介意哦。哦，不是啊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讲。朱小姐，阮的回乡真水啦，我出来看卖。好好，好用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去啊，咱对象去回乡行行咧去。朱小姐对象来啦。你行行，你行行，啊，朱太太，你等下泡茶啦。哇，恁这花真水呢，哪里种的啊？这大部分拢阮少年姑仔种的啦，伊就是学这对花草真有研究呢。你看，阮少年姑仔伫遐啦。少年姑啊，朱小姐来啊啦。我给伊教你，你爱好好陪人哦。朱小姐，啊，无恁大家开讲，我先来走。朱小姐，你来伫遮？我已经伫遮徛一睏啊。是的啦，是的，我唔知你来。啊，你唔知我来哦、喔？拄则恁孙仔咧甲你讲话，啊，你唔拢无听着？你讲志清又来过？拜托，伊徛伫你边仔咧甲你讲话，啊，你唔拢唔知影？讲起来我唔惊你笑啦，我这人有一个真大的毛病，只要吼我一来这个花园，我这内底就干了这挂花草。想袂到你阁是一个工作狂。讲工作狂不敢当啦，啊，不过这挂花草是我用全部的性命用钱栽培出来，我把这挂花草当作兄弟姊妹同款啦。你将因当作兄弟姊妹哦？哦，啊，你唔着把这花草当作人呢？无唔对啦，我把这挂花草来看作甲人同款，遐尼啊高贵，遐尼啊有价值啦。你看，你看这个配合花。有亲像真水真纯洁的查囡仔，阿哥，你看这份万年青，伊看起来亲像真有魄力、真活力的人。奇怪，我哪看袂出来？你无用心去体会，当然是体会袂出来。对待花就敢若对待人同款，爱真用心去甲体会。你对伊愈用心，伊回报你的嘛愈多啦。哦，对，我刚才知影讲，这花除了用欣赏以外，敢讲伊还佫有其他的好处啊？当然是有啊！伊除了用美化咱这个世界以外，伊还佫用改变咱的性格，提升咱的心灵。另外，伊还佫用带予咱真侪启示。从伊的身上，能看出人人生。有一句话讲。一花一世界，一粒花就一个生命。安慰一粒花的身上，能看出生命意义，也能看出人生变化无常的道理。嘿，想袂到，你竟然有法度按一粒花，就看出人生遐尼侪的道理。唔，若是一粒花，就是一枝草、一粒沙，只要你真用心去体会，同款会方带予咱真侪人生的启示。哦。啊！你拄则毋是讲，你讲这花哦，就甲人同款啊。啊，我伫你的心目中哦，我亲像什么花？啊！哎，一定是亲像仙人掌哦。你的外表确实亲像仙人掌同款，占据过来。啊，不过你的内心就亲像百合花同款，真纯洁又搁水。啊，嘛亲像万年花同款，不贪不醋，啊，能吐出着芬芳的香味。
顺嫁，我当然不错。无唔对，对你来讲，明日并不重要，你还是有机会用服务人员。你希望全世界人都用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对无？嘿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看会做，你搁这么了解我呢？我以为全世界人无人了解我。别人是不是了解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了解你自己。你讲对。重要的是，我是不是了解我自己？朱小姐，朱小姐，啊，你可有兴趣要参观一下？我带你来参观。小姐，又安怎？哇，哎，这疼！啊，系啊啦，你摸到有毒的虫啊！我讲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是嘞，我唔是透过伊安尼做，我唔要紧啦，我知你是好意的，不是啊？这花园内底吼有真侪虫甲蜘蛛啦，啊，你看，这只蜘蛛叫乌瓜蝠啦，是台湾最有名的蜘蛛啦。我想起来，顶摆伫个公园，吼，一只蜘蛛在地里行款，就亲像这只同款，只是这只较大只。顶摆伫公园，你袂记啊？顶摆伫个公园，就是有一只蜘蛛在地里行款，我想要叫伊飞开，才有你塞伫个水池内底啊。想袂到咱两个甲蜘蛛阁遐尼有缘分啊！原来顶一摆，你想要救我，结果我甲你塞入水底啊！是啦。啊，不过让伊摔一下，我这世人拢我都袂记。歹势啊，我误会了，歹势，歹势啊。不要紧啊，有时阵让误会，也是人生难得的经验。你讲对无？啊，你的手枕头还阁会疼？会疼啦，多谢你。没啦。就是要怎啦？等下头就是要怎啦？来来，别买我啦，买我啦！阿母，我要跟你去病院看阿爸。我无要去啦。我无要去啦，我要去啦。好啦，你听阿母讲话。即马阿爸吼身体咧无爽快，等下较好时阵再带你去吼。乖哈，你安照乖。喂，找倒一个。稍等啦，你的电话。我跟你讲无钱啊，你是袂晓听呢。我有无钱，你莫甲伊摕啦。你啊，哪有耳无嘴啦？你才有耳无嘴啦！你出来讲啥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伊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莫定踮厝内踮，甲囡仔在咧大细声嘻嘻叫啦。你若无较客气的，我是对你无客气哦。对我无客气？啊，你意思想要甲我拍啊？你即下真正要甲我拍哦？啊，你即下搁要甲我拍你啥啦？你看啥物？别看别气哩！彩莲呐，啊好啦好啦，打转来卖咧，迄个叫大细声，厝边隔壁歹听啦。我操你这个老苍头啦！哎哎哎，莫吹！哎哎哎，来啦！彩莲呐，彩莲，你我怎么
哎，你这个小查某，卖啦，卖啦，卖生气，安尼了骚声啦！已经开车啊，才骚声尔。好啦，好，有代志要拜托你啦。啥代志啦？要拜托囡仔小把顾的，啊，我都物件煮好，要赶来去朋友阿生啦。啊，小弟啊，他到底是刁唔刁？迄小查某规工吼是真爱嚣叽叽，啊，你还替伊去陪顾伊人，他刁唔刁？无你。 卖安尼啦，啊一人个人做个人收，啊，落甲煮好啊，我著赶来互伊倒好啊吼，拜托个卖安尼卖安尼。招弟啊，卖去啦！招弟啊，卖去啦！啊吼，这招弟啊，我讲袂出声，真正有影乾隆看作真，啊，互伊查某啊变成甲你放尿了，卖这，有够戆的，有够戆的。 心心心心的我，若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啊，心底半醉半清醒，自己做了了，夜夜心事若到嘴脚，又搁。啊，嘿。 奇怪嘞，较早这衫看起来都拢足水的，今仔安怎看都拢袂顺眼。哎，老爷啊，啊，啊，英姐回来就去旧房间是咧创啥呀？敢是对伊无爽快？我来甲看卖者。 你用红穿安尼扒遐面袂认的，是讲是人客来的。安尼穿就对啦，以前你若敢安尼穿哦，早都嫁出去啊，袂人要见到你啦。对对。哦。妈妈，啊，穿安尼有水吧？水水，哇，足水啦。红英啊，啊，你穿只水是要倒啊？嗯。要较紧补啊，要花。 老爷，哈，诶，甲英诶，若想要甲查某人约会哦，咱要抱孙就紧啊啦。对啦，太多啦，爸，到即摆约会咧，啊，你著讲甲恁远去，我来去，我较早转来。赶紧，我那是赶紧呢。来接啊，啊，准时。不对，来看麦。
什么代志啦？石弟哦，在病院啦，紧紧来！石弟啊，在病院。嘿啊，坐下来。等下，等下。哎，妹，啊，你怎来病倒啦？我甲彩莲要来病院啦。要去病院？妹，啊，你甲金宝约上班怎？我先看石弟了了才去讲。好，无咯。哎，等下，等。好，这个死查某鬼啊吼，若讲着朋友的代志，比什么都搁较要紧啦，这个要气质。 石弟啊是破什么病啦？啊，那个大姨啦，我讲哦，讲石弟啊在破病。嗯，啊，你拄则讲的啊。哦啦，我是讲石弟啊吼，即马伫咧照顾因迄黄正安啦。哼，啊，搁有哦，无代无是讲叫伊破病来阮家倒做伙啦。石弟子哦。嘿啊，吼，迄个破病啦吼，自从伊安尼搬入来吼，因翁吼，阮咧照顾啦，啊，规工咧用先生啦，讲要家己石弟啊提钱啦，你看会气死啊袂啦？哈，石弟啊，就是人伤善良啦，听听咱为别人咧设想咧。 伊安尼哦，写食亏的啦。就是啊，我就是讲惊伊食亏啊，唔知讲拜托吼，厝边你去甲考考，还是讲歹势吼，啊，今日惊要约会，害你无通约会，歹势歹势。不要紧啦，像叫恁是死忠兼活贴的啊。对啦，讲了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你猜是敢交男朋友无？啊，恁男朋友是亲手啥物款？来叫做啥物名嘛，讲出来听看卖。叫做黄金宝啦。啊，都，苏文苏文啊，讲伊讲呀。哦，黄金宝珠宝，哎，安尼好嫁人呢。 诶，但是啦，查甫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啦。啊，你哦，真是假偷摸气味哦。你拜托我。啊，你莫讲我无甲你讲哦，试到你就知啦。唔知朱小姐会唔接受我的邀请？万一伊若唔接受，那呢，我。 我送你去病。我吃袂落啊！哎呦，啊你吃无几嘴就吃袂落，安尼袂用的啦，安尼身体袂堪，来，搁吃一嘴。我实在是吃袂落，多谢你啊！哎呦，我煮这么多，你也无吃。 你免甲阿水道歉，我会照顾你，也是代表咱有一点仔情谊。我也毋是欢喜甘愿的遐啦。小弟啊，你敢不要去较早有一摆，我三天半夜发烧，你差我去看医生。阿兄妹，拄拄啊好是风台雨，咱差一点路险，咱跋落去，雨水淹时你敢拢袂记得？ 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！你即马才想到，敢袂想万？即马甲想起来，我足怀念咱较早斗阵拍拼迄段日子，我嘛真后悔，是安怎袂晓好好来疼惜你？你即马佫讲讲遮个话，袂想甚物道理？ 你上好哦，也是上紧用哦，好啦，脚筋紧会当通行啦。含恁某紧带带转去，我着阿弥陀佛啦。甘公你，啊，啊，哎呦，会要紧袂啦？哎，慢慢慢慢叮当，麦叮当。甘公你，真是希望我甲你啊，好，我斗阵生活落去。甘公你用的无甲伊斗阵生活落去是？你啊，你是来足无灵魂的啦。 我是来无法度含你斗阵生活落去啊！无论你是不是会当甲伊斗阵生活落去，无论你所选择的美下是好还是歹，拢是你家己选择的路。你爱为你家己选择的代志来负责任。我无用啊！哥。 嘿，囡仔，黄金宝。
哎呀，你老早都不清楚，我得跟你讲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，他的地方啊哈。哎，红英啊，红英啊，哟，红英啊！你奶奶，你奶奶，小弟啊，你哪会无顾你家己，无顾朋友，无顾囡仔安全？来嘞，李美啊，带转去你到做位大哈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哦？你根本就是自我牺牲、自甘堕落、自讨苦吃、自我放弃啦！啊，还佫有话啦，你应该听有一句话啦，对敌人自卑哦，就是对家己残忍啦。红英啊，红英啊！红英啊，无你是咧调教哟？你走遐尼紧，啊你脚骨长，还买你个皮包穿呢？你要创啥？我敢有叫你入？你是无叫我入啦？搞唔正呢？我知。迄款的哦，懊悔啦！做梦死心死心的我，那亲像空白纸，目屎已经流干。那这面啊，真顺顺啦！红英啊，当初这金宝有打电话来呢，看来要做啥？要叫我甲恭喜做老爸啊？啥个呀？金宝也要做老爸啊？莫怪蔡连公哦，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啦。那不是我今麦就看到哦，我甲今麦个会骗甲戆戆死啦！妈，你敢知我拄只伫病院哦？看到伊送伊某去生囝啦！啥物？金宝有某有囝？哎呦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哪有无可能？是我亲眼睭看到的，感觉我会骗人是？我也是恁啊，叫我跟伊种人交往做朋友，今仔日才受到这种委屈。英儿，你啦你啦，拢是你啦！哦，讲什么金宝偌老实咯，敢那红英偌素皮，结果呢是一个骗子啦！哎呦，这我嘛唔知。你可别讲啦你！唐碧荷，你要美唐兰，我出国还有你想啦！是的啦，我会跟红英失约，是因为我人生有重要代志。强袂开口，俺唔吃的。走啦！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先想要带你某去生囝。误会啦！误会啦！你是阮某。唔是你某，某什么人？你还都没有。吼，黄金宝啊，看你点点，唔通跟伊偷条三话讲哦。你要做老爸啊嘞？要骗我红颜感情啊？老爷，好你啦，他免那个修理啦。阿伯，你这个上奇怪，伊个查某唔是阮某，伊是。好啊。男子汉敢做敢担当啦！已经甲人有心安尼，就爱甲人娶啦，哈！啊，若甲讲红英的代志，该当作无这款代志发生，哦，该放水流。阿伯，好啊，免白吃。处长，都来英国啊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唔是你所想迄种人啊！我拢一目睭看到，你可想要变改？
你看的只是表面，我对，我所看的，就是你欣慰的表面，什么看不到了？请你出去，请你出去，我不出去，对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感情的骗子，你是大骗子，安尼会用的袂？你听我解释。我袂听，叫你出去啦！我唔出去，我唔出去，出去！啊，你干嘛？出去啦！李伟，壮伟，我已经探听出来，何秀伟已经出去。你讲啥？已经出去？是啊，顶回伊搁关进降压时阵，降压有甲送去疗养院，经过两个月治疗，听讲伊的病已经好啊。伊的病已经好啊？好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无用你的。是。秀华已经出嫁，病也已经好啊。伊敢会来找我算账？阿爸，我出嫁啦，阿多转来咱来过。阿爸，你敢有欢喜？你身体本来就有病啊！阿爸，请你快点。嘿啦，你还讲来哟来哟，今仔日买哟，法国进口的意大利货，安尼要袂？
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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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在咱阿妈话，你阿哪会管人了？不，我不爱骗人。阿姨，咱哪有在骗人啦？咱是咧卖物件咧。虽然咱唔是咧卖进口货，不过咱的物件比人较俗啊。无，你是有想要赚钱也无啦？有啊，我有想啊。啊，有你有叫咱阿妈话啦？进来没有？花。啊，花你娘啦！等你吃家己啦，我家己买啦。来，人客对这来，对这来，看，这是法国的进口货，这是专柜的品质，农民大计想买面，就去来机会摸者，剩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，赶紧来！我知道，最后一天，那不会最顺利来哦。那谁最顺利是爱安尼讲的？赶紧，来，赶紧，哎，来个，听我话嘞，叫我去拿，来，我放完，没办，进来。专柜的品质啦，农民大计想法国意大利啊，进来买。连饭都拢无食，小姐啊，恁食饭，迄饭菜拢冷啊！啊，你食恁弟弟食啦，你巴肚火搁食会落。啊，今日生意袂歹啊！啊，你想起啥啦？真食啦！我想袂晓呢。哎，啊，咱两个是咧无用送啊，啊是为啥咧无用啊？啊，为咱家己啊，啊，搁有啊，阮头家娘，啊，甲迄两个囡仔。啊，这着是为着啥物人？互人讲啊，鼻青目肿，啊，小肚还袂好，搁照顾迄笨手。你看你气阿妹啦！哎呦，你何必着为着这代志咧生气咧？头家受伤，我安怎讲？因两个嘛是阿母啊，阿去甲照顾，这是应该啊。嗯，你不要搞错，重点不是头家娘啦，即摆恁头家某是迄个破皮啦，迄个破皮啦，因翁受伤，伊毋捌照顾甲半摆，拢全放互招弟啊，招弟啊，佫个个爽甲安尼，你看我会假阿妹？啊，这嘛袂用怪头家娘啊。嘿，啊无怪伊，是要怪什么人啊？是伊吼答应嫁伫咱兜住，啊佫甘愿去顾迄个唔食人。哦，咱两个为着迄个家庭拼到叫伊流鼻血，等下你佫看迄查某的面，拜托的，其他就搞不清楚哦。小姐啊，我有一个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较早吼，有一个习惯，啊，这习惯袂歹呢。你是啥物话？你紧讲的吼！拜托，你是目睭无看我咧算钱少啦。好啦，我最近吼，讲互你知啦。较早吼，我若领钱的时阵，我拢固定吼欠200块呢。这安尼好啊，安尼你咧欠某本吼，就是安尼欠起来。是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咧娶某本吼，拢摕互你开餐厅，我身躯也无半钱。啊，哪好紧！啊，你继续搁偷偷啊欠着有啊，你个。有啦，我有安尼想啦。嗯。啊，不过咱逐工赚的钱哦，拢交予你咧，我即个银也无领着，也是免来欠啦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许？好啦，你莫惊到安尼啦。嗯，手莫伸啊长啦。啊，我无要甲你抢啊，我只不过是甲你参详者，你还200块好唔好？唔好啦。大姐头，我嘛是有出来赚钱呢。啊！叫你200块，你都唔肯。哎，拜托的，你小看卖哩好无？这内底开销吼，咱爱食爱住拢伫咧遮嘞，厝细爱钱嘞，囡仔的学费、十岁哦，里里扣扣，迄有咱拢爱算嘞。啊，搁招弟仔无代无志哦，就该拍皮啦吼。踮咧咱遮，迄爱开销嘞，啊，又生啊大病院的钱哦，啊爱找咱摕嘞。我伫烦恼讲，咱趁遮钱哦，都无够食三两嘞。哦，你搁这重头看面，搁想要娶某啊？哎，你小想看卖，你吼做人嘛都爱靠长杂嘞，你嘛嘟嘟好。啊好啦好啦，这不我是跟你参详听，不是要叫你提钱给我。哥哥，我一世人哦，做罗汉卡罗啊嘛。没啦，你这种型的袂做罗汉卡啦，佫遐大伯的，无遐歹运啦。我跟你讲，无定着吼，免偌久，我拖西人，然后我安尼冰心大赚钱哦，十个八个我都摕去传给你。啊娘的，十个八个无，我无在应付。哦，即摆走吼，一个比一个佫较歹啦，我定要赚一落百。讲钱以后，你就生一个囝，啊，袂放袂你啦，徛在那啥做东人哟，煮饭啦。
出门啊？没有啊，十哥在这，等收。啊，别啦，别别去叫，去后边，去后边。好，要烫偌久？气死，气死的两不像，人还洗进化的洗菜，哇，这样输个空空空，当然就熬到有水去，啊，无汤啊吃，胃还袂痛，臭大个要死。查某啊，你那遐敖，遐欠卡哈！你将恁翁的医药费全塞去予招弟啊！哎，啊你昨食饱用先先，全拨脚拨得较有诶，就对啦。哎，你有够敖呢！才搬来才无偌久，来你找着脚卡。哈啊！恁真正当作我无识哦？哈，那我李炳豪，伫遮是南面罗阔诶，阮表舅姨丈诶外甥也拄啊住伫遮附近诶哦。啊！表舅姨丈的外甥啊，这算啥物亲情啊？阿牛啊，你那才爱提上啊！啊，你若遐爱讲话，去路边啦！你唔爱学人像安尼，食饱用先先对无？有物件啥咧就来食，啊，用先就讲一挂五四三，安尼袂晓晓啦！狡杂无？你到底我唔知你咧骂啥人啊？啊，你骂你是安怎笑？啊，你凭什么骂人？凭什么骂人哦？凭你住伫我遮，你白吃白啉，白个当大爷！你狡杂无？安怎？我著甲我要住遮白吃白啉白住，无你是要安怎哈？谁甲陈昭婷吼要破坏我的家庭啦？搁煞害阮翁吼安卡受伤啦，人艰苦啦，我吼伊欠我啦，我著甲我要甲倒倒转来啦，安怎应该死好啦？没有是论理哦，你其实唔该人。啊，对论啦，论到艰苦死好诶。啊，你真是哦，做餐咧我掠餐咧，破坏咱家庭也是你啦，啊，后头家着想也是你啦，你实在有够过分诶！啊，是安怎过分啦？我不管啦。那嘛是因为陈昭婷啦，啊无吼，你做嘛后面咧安尼啊欺三落四啦，阿妈咧，我煞了我，哎呦，啊走啦，有也是今天我讲伊用着我的脚趾，切，奶奶我看来呀，看啥物？这我的钱啊，看麦看得了？哎，钱，啊钱钱钱，你别我来，我来，你看不到哟，这钱是我拿我老外钱，你是不是听？叫啥？我你是要拿我老外，我无买外财啦，钱啊，钱啊！批单都拢无，啊！这张批是要叫我落去倒。啥学生呢？谁叫陈昭婷啊？落彩嘞！我落彩嘞啦！哦，啊来来来！啊，多谢你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多谢哈！要是讲弄着唔知，你快！啊，上下买啦！阿仔，我看卖啊，这上下呢？